行不尽之业，堕此地狱。观此狱中，罪人浑身遭受毒蛆啃噬，从皮肉至筋骨，一切身份纷纷均遭蛆虫肆虐钻蛀，锥心之痛，其苦无比。川乐地狱，玉立云：凡为官不忠、不廉、不恤人民，或逃狱、损人坟墓、毁人名誉、捏造伪证、帮人解除婚约，死后均堕此狱。当今言论自由已经到了肆无忌惮之地，毁谤或抨击所引起的纠纷祸害层出不穷，紊乱社会影响很大。或有专做伪证、离婚证人、祸人家庭者，死后均堕川乐之苦刑。抽筋地狱，生前好食动物之筋，如喜欢吃牛筋，有贩卖毒品、唆使犯罪，令人堕落，均堕此狱。观此中地狱，罪人被绑列于铁车上，筋被拉出，做绳索来拉车，后面又有鬼卒在鞭促、赶打，苦痛嚎叫迎天。有狱准云：欲有骄资，便思奸淫，造恶勿思悔改，自行淫乱，唆人退婚、耸夫淫乱等，亦堕此狱。第四殿五官王，五官王司掌河大地狱。此大地狱之苦，有胜于前二者，其苦无边。堕此地狱之罪根，为生前要行杀、盗、邪行三业。观此地狱，罪人为大火普焰所烧，眼出火泪，彼泪是火，即焚烧其身。阎罗人又劈其眼骨，复以铁钩割打，热铁钳过其粪门，阳热白蜡灌满其内，外有大火复烧其外，内外即烧，受其大苦。如是经无量百千年中业方尽，若生人中常有脾病在其腹中，若身焦枯，又形貌丑陋等。腰斩地狱，生前假扮道士或以神棍做法欺骗众生，诈骗财物。狱准云：不敬天地神明，均堕此狱。简单讲，破坏大自然环境，不珍爱资源，就是不敬天地。现代人普遍没有敬畏天地的概念，许多灾害其实都是由人为因素所带来的，例如山林开发、水源地污染均是。拔舌地狱，佛言：其两舌缠人，恶口、妄言、绮语，或贡高诽谤经道，嫉贤妒能、恃才傲物，入此地狱。狱中鬼卒从人头拔其舌，烧铁勾其舌断，烧铁刺其咽，令其欲死不得、欲生不得，不能言语，痛苦万分，至千万岁尽。有报尽为人，多患阴哑，不能言语。观此地狱，与人起事极深，口过罪报，真是苦惨。沸汤地狱，生前喜食海鲜，死后即堕沸汤狱。今人好贪口欲，未享新鲜，常将活的鱼虾丢到热滚滚的沸汤上，只见其痛苦蹦跳，欲逃无路，最后成为大家的美食。想想享受一时，将来苦果相当，值得吗？
又如罪人于生前喜好杀鸡、鸭、猪、牛、羊等，为快速脱其毛，常将其活烧、活煮、活烫，此痛楚难宣，其恨也无穷。一旦身坏，同受此等沸汤火爆，我们要深思。剥皮地狱，堕此狱者，生前多以剥众生皮为业。例如，杀蛇者，常活剥其皮，噬其鲜肉，汲取其鲜血，或鞭挞凌虐众生，令其皮绽肉开，此后堕落此狱。又恶心欺侮凌虐于人，如同剥人衣服，令人痛不可堪。凡此种种，死后堕此剥皮地狱。火轮车崩地狱，此地狱又名火车地狱。举凡生前犯斩截众生，以嗔恨心凌虐前夫子女，或造杀、盗、邪淫三业者，死后皆堕此狱。家庭中骨肉不能在一起，是人伦悲剧，无辜的小孩最为可怜凄凉，既无父母疼爱，倘若又遭后母继父凌虐，岂不更加悲惨。人性本善，爱人之心人人本具，有缘成为一家人，都有宿世的因缘。人生不过数十寒载，今天欺他弱小，来日他强你弱，果报转眼即到，到时后悔已迟。剑术地狱，启示经云，此地狱树高亦有寻，色长16寸，鬼卒捉罪人手臂，上剑术上，腹丢下，腹背灼刺，皮肉接近，凡生前风流，始乱终弃，不顾家庭，令糟糠痛不欲生，死后堕入此狱。经云，罪人见彼树头，仿佛有妩媚女子，身极柔软，悉宜含笑，罪人见之，极生爱染，旋奔剑树，焉知树叶如利刃，割其身肉，刺割其筋，再割其骨，复劈其髓，如是劈割全身至碎散。风吹复活，乃得上树，欲尽其女，怎知其女复在余地，彼父又以媚抛眼，美声欲唤。罪人自夜中所狂，欲心炽盛，欲奔如下，腹背数刃刺其肉，断其筋骨及脉髓，如是遍割一切肾分。罪人反复于树上树下奔驰受苦，如此惨暴，怎不令人寒噤。从狱中凄惨的果报可知，淫欲之害无量无边，想想人生在世有几何，何不利用有用身躯，做利人利事之行呢？设眼地狱，经律云，生时以恶心恶眼看待父母，此乃大不孝之至。试想，人到暮年，犹如风中残烛，面对儿女如此不孝，怎么不痛彻心扉呢？百善孝为先，孝是做人的根本，是家庭教育的基础。我们能孝顺，就是孩子学习最好的榜样。今天，因为教育不重德教，孩子从小只知读书，不知感恩，更不能体会父母养育的艰辛。现在孩子出生后，父母一切都给最好的，从小娇惯溺爱，长大自然要忤逆不孝。谁造成的？
三字经云，养不教，父之过。自幼不教，来日的果报就是换来他的不孝。又经云，罪人于此地狱消业尽，若得人身，果报为眼盲驼背，寿命短促。堕此狱者，永处于冥暗中，纵得人身，亦无法得见天日。极西地狱，律准云。